神秘人没节高扣，号主坐不住了。哎，这么说，神秘人还是心疼我的，对吧？也不能天天来吧，是不是？偶尔。35级，身价4.4亿，6个乐天应该没有。生存手册100级，没问题。任务时长27小时，427次行动没问题。对局呢玩得很勤，你像这种啊，就很多这种备注的，一看就是很细心。他这个非常细心，什么东西都有一些小备注，都会整理一下。很多数字币啊，也有一些金，9000万左右，再加点币子的话，应该是卖一个阔子就够了。目标点有敌人，还真是，我打中他了。爱丽丝。这个人在哪儿？爱丽丝在的话，这个人就在附近。我从这边走了，先拉个位置，在哪儿了？不是，他放爱丽丝了，人肯定在附近的。还有什么？大宝来了，东西拿上就好了。直接隧道出发。哦，你在这儿呢？他在这儿放的，我都没看见他在这儿爬半天了。OK， 走吧，别墅。传世金鹰，小心拿上。那就是那个人光拿了个数字币呗，没事儿，咱们主要要的是生肖，不是要的数字币，只要寻回箱是我们的就行。没有东西啊，这边没有，没有，他也没出币子。看一下这一轮的叫什么？哎，在下面，走，3210，好，没出，出了，哎。一个生肖啊，兄弟！哦，小鹅一个，直接度假村出发。什么东西？雾就飘。哎，等会儿，好像来换个背包。行，那小背包给你放下了啊。什么人？哎呀，没东西啊。这号有点穷啊，兄弟们，有点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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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这里没有生肖啊。生肖卡咱们是不是刚才开过了？早上摇摇机出的传世金，我不信，我不信。嗯，有人一卡一卡的吗？又有人来了，军士长，我看他会不会从这个地方出生啊。复活点。嗯嗯、啊、目标点有敌，我打中了。哦嘞，谢321，直接开，看见没？哼哼，不是我说呀，这个暴率呢，应该是到头了。3+4=7，哎呀，这捡的太舒服了，7个过的，哦，甲都没穿，来了。哎，这么说，神秘人还是心疼我的，对吧？也不能天天来吧。是不是、啊、偶尔七个高阔刚到号上被顶号了。你顶号干嘛呀，兄弟？开始我以为他不小心顶号。你是什么意思呀？为什么要顶号啊？这是他第二次顶号。不是，兄弟，什么意思呀？我只想给他解锁高级船，这时候我有时间批量出售，把高阔便宜出掉，但我没有。哎呀，没点住啊。这是他第三次顶号。再顶，这时候我知道他是想把高阔运走。我免费扫码扶贫，只是想帮助新手，让他们拥有自己的高级宠物，所以每个号我都会精打细算，尽可能帮他们解锁宠物、升级宠物。但你一声不说，也不让我解锁宠物就顶号。我左手黑咖啡，右手鼠标，虽然我很疲惫，但我们还是持续顶号长达40分钟。最终他想办法联系到了我，让我别回号。哎，我进来了啊，是这个号，是这个号，没问题，确实上来了。我看看还有7个，对，7个没动。你不倒扩子，你给我顶了一个小时啊。兄弟之间何必相爱相杀呀，啊，左手黑咖啡，右手鼠标，跟你哭哭搁这顶了一个小时啊，你说你何必呢，兄弟。我都说了，我说他如果说能让咱们上来的话，我看一眼就心了了，好吧，就心愿就了了，就是说就有个心结在这里，我绝对不可能给他卖的。因为我当时刚上来的时候，我就是这样点的，我点的是寄卖，对吧？我刚才上来是直接点的寄卖，我并没有说直接点。我如果上来第一时间点批量出售的话，这帮刚才全是过的，我直接就卖掉了。
我不是那样的人。你跟号主说一下，其他过子我就不给他动了。但是我上来圆个梦，我不是我圆梦，是我帮他圆梦，就是我得给他把这个宠物解锁一下，好吧？你跟他说一下，这个可不可以？啊，我给他把宠物解锁了就行了。那个我就不卖了。我就是这样说开了，咱们就没事了，都是兄弟，你这不就完事了吗？兄弟，你有事你说，你说你想哦，那篦子就不卖了啊，咱就直接卖俩高货就行了，好吧？我就想解个锁就下号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兄弟，我没别的意思，就是想帮你解锁一下宠物，就是这么简单一个愿望，好吧？那个，来，恭喜你啊，1,280,000拿下一只幻影。好，兄弟们别说他啊，咱家兄弟们别说他们，别说他。好了好了，这个事情过了啊，这个事情过了。解锁了，然后你的扩子还在这里，好吧？还有5个呢，你可以给你兄弟分的，好吧？好了，这件事到这里了，感谢兄弟的支持。